沟通只对我好，难道我能假装不懂？全世界看不起你，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？就是爱看你这样子，样子还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不错啊，可以圆我想要开演唱会的梦，说不定今天的赢家就是我，说不定我可以进棚录好几次，说不定我可以干掉所有的参赛者，最后出唱片的就是我。等到我出唱片的那一天，大家一定要买哦。哦，当然佩珍哦。对啊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你知道大肚子啊，就是气会比较不足嘛。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没有办法，你知道，就把小孩子的气整个，而且如果他一用力要生了怎么办？